师傅开始教徒弟分割烤羊了。处理烤羊很关键，处理不好羊都熟了。美女师傅也来帮忙了，喜羊羊就得漂漂亮亮的。喜欢辣的多，撒点辣椒。徒弟说我也来个网红，撒多来点辣椒。拍照也要讲究姿势。最贵就在这一件。师傅说这块肉随便红心给谁吃。祖传的大刀分这一块。哇塞，好想来一口啊！专业脱骨20年。行家功夫一出手，究竟有没有？那完全可以。这一只手下去，师傅都得哭。这一把夹到烤羊饼里，那叫一个绝！这也太香了，一次5个饼都不够。